肖战人民玉谷瑶上元扶真会。有点美中不足的是，今天人民主演的十年一品温如言开分只有2.9分。有网友担心人民是否能够扛住玉谷瑶这部 S 级大剧，不过还是相信支持他和肖战吧。迪丽热巴龚俊安乐传佳节海报，千灯照元夜，佳节逢佳人，与君同祈愿，安乐满人间。同样是充满了意境的优美诗句，安乐传的限定佳节海报中，龚俊和迪丽热巴眼神好甜好宠。龚俊和迪丽热巴都是古装剧成名的，两人的颜值很高，古装扮相惊艳，伴君同安乐，星火共婵娟，很多小伙伴都期待早日播出了。